我准备用这把剪刀把那些曾经对我负心的男人的敏感词切掉，然后再丢给狗吃。旁边的狗。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我是毛健哥，终于又拍梗图啦。那个上礼拜周末的时间呢，几乎都给我们的强国给霸占了，只上了一集梗图。我们今天呢，要那个校正回归回来啊、哦。先来几张跟万圣节有关的。墨镜哥拍片的时间点10月31号万圣节，但是呢，你们看到这部片的时候，已经隔一个礼拜了。没有关系啊，照拍好吧，照拍照拍。你们知道吗？万圣节的时候总是要弄一些奇奇怪怪的装扮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大部分装扮呢，当然都不会怕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搞怪的打扮呢、啊，我相信很多大人哦，看到瑟瑟发抖。不给糖就跌停，关海，哈哈哈！想到万海，那是多少人心中永远的痛啊！哦，这个太恐怖了。今年万圣节打扮第一名，不给糖就跌停。美国留学生，你们亚洲人都不知道怎么过节日，今年我带你们过真正的万圣节。哦，所以我们是要扮巫婆之类的妖魔鬼怪吗？哦、oh, no， 万圣节装扮很自由的，只要你觉得够 evil 够讨人厌的东西就可以了。你厉害，你想扮香菜也行啊。于是呢，我们这一群啊都点头表示懂了。结果大家各自买好装扮之后呢，想说万圣节先彩排一下，然后顺便试装啊。于是呢，大家就把他们扮的这东东啊穿上去了。然后结果大家集合之后呢，现场出现十几只维尼熊娃娃。Oh my god， 这个也很恐怖哦！哎、欸，这个足够跟那个万泰来尬一局耶！哦，今年这个变装派对哇，突然来一个难分轩轫了！哇，这第一名好难给哦，可能还是维尼略胜一筹吧，太讨人厌了！再来一个跟时事稍微比较有点相关的，不过这时事呢大概是几个礼拜，三四个礼拜了，我忘了，管他啦，换脸骇客，左边林俊杰，右边馆长。我怕你们看不懂，那个这边特别再讲一下，就是如果仔细的一比较林俊杰跟馆长中的会发现其实两者很相似。奇怪了，怎么馆长唱歌那么好听呢？奇怪了，怎么林俊杰鸡鸡那么大，肌肉那么大呢？公司派我明天去出差。你每次出差我都好担心。别担心宝贝，我会随时回来的。我就是担心这个探子郎。没关系，哥哥养你一辈子。十年后的泥豆子。你送我很多游戏装备，对我上进，天天哄我开心，真的不忍心再骗你了，兄弟对不起。其实我是男的，早知道了，傻瓜，不然我干嘛对你那么好？哦，现在的世界都这么刺激了吗？老板，来一颗鸡腿饭，月底的那种啊。OK 的啦，交给我的啦，月底鸡腿饭，来上菜喽。月底的鸡腿饭。我有没有想说齁，可能是鸡腿小吃，那就是饭很少。结果这老板用白米饭捏了一只鸡腿给他，旁边再点一个西兰菇头脚尾饭。Oh my god， 真的是月底的那一种。哇，这成本大概10到20块搞定吧。那这一顿鸡腿脚尾饭大概呢到客人手上时只跟客人收30块。很省啦，很省啦，真的是很省啦，好不好？月底吃这种就对了，经济又实惠又吃得饱，是不是？对不起宝贝，昨天忘了跟你说晚安就睡着了。没关系啦，反正值得男友又不会忘记。据统计，当天告白然后成功在一起的几率呢提升至 75%。 但如果长得丑的话，当我没说。那个来咯来咯，这也是时事梗哦，捕获野生游览车喝水的真鬼照片。野生游览车喝水，哇，超像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游览车喝水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种大自然珍贵的照片呢就是这么的美好啊。那顺便再放松一张啊，前阵子新闻非常轰动的这个捕获野生捡食喝水照片。哎呀，看来不止地上跑的，天空飞的也想喝水，也会喝水，也需要喝水。飞累了啊，降下来喝个水没问题的啦，很正常的啦。
真的，那一张照片真的是值得得到一张摄影奖，妈，这一辈子有多少次机会看到野生天使喝水？太厉害，太厉害，真的。我老婆叫我去超市，顺便帮她买一些冰淇淋。我问她什么口味的，她说随便，你知道我喜欢哪种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害怕过。你觉得自己够懒啦？我妈刚才叫我用歌，我妈刚才叫我哥用吸尘器把房间地板吸吸，她决定打开 YouTube 找吸尘器的噪音来放，继续赖在大床上。哇，新招哎！现在 YouTube 无所不能了。哎，扫个地啊！没事，就去 YouTube 找那个扫把扫地的声音，那个吸地板啊，就找吸尘器煮菜啊，然后就丢那个煮菜的影片。但是我猜哈，过个五分钟、十分钟，顶多半小时，这些人应该都被打死。当你在金字塔内连到免费的 WiFi。哇哦，原来埃及人早就懂 WiFi 这东东啦。哇，细思极恐，埃及人真的是太厉害、太文明、太先进了，这根本就是外星民族，不可能存在于地球上啊！四五千年前的埃及人怎么会有这种黑科技？又是一次难以解开的世纪谜团啦。上周有名男子闯入我的住所，他没搬走电视，却拿了遥控器，现在他只要开车经过我家都给我转台。混蛋，这个真的是鸡歪，不干电视机，干我遥控器，然后每次经过就是传火带，气死！只要两周 ，before after， 有什么改变吗？嗯，没什么改变，就是只要两周就减少了两个礼拜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我没有要说什么其他东西，是你自己抱太多期待了，这是你的错。今年火鸡填色的酱料怎么那么多？三个小时前，我家的狗。今年火鸡填色的酱料怎么特别大 ？Oh my god！ 我都不知道该跟他说他知道了什么东西。去拔智齿的时候，跟我妈说，我看到一只水牛。她说是因为医生给你打麻醉。我现在要跟她讲，她是错的。当男友十分钟没回你讯息，在他面前，只有我一个人在面前。当你觉得自己失败，看看这只在海底溺水的鱼，烂透了你！各位观众，现在我要郑重为大家介绍，这是我新养的海狗。完蛋了，奇怪了，我之前半夜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呢，笑到做春梦啊，结果我没有想到，我今天拍的时候好像没什么 feel。那个呢？六岁的我在天气冷的时候，二十岁的我已经长大了，在天气冷的时候。当 AZ 前的我，不要跟我说注意事项，我不可能发烧，打针就是要揉，养炮才是普拿疼，做多就是杀小了，并没打完照样烤了。打完 AZ 后，为什么这个普拿疼还在烧？背好痛，烧烧好痛，按不起来。有些人看起来很像疫苗，每个人都很想打，这是让你开车不再感觉是一个人的道具。我的钱包就像洋葱，我开始令我想。你一直说你数学可以算很快，那十七乘十九等于多少？三十五，也差太多了吧，兄弟。但是很快啊。啊，最后面呢，有一只无辜受害的狗呢，当入今天的结局。我准备用这把剪刀把那些曾经对我负心的男人的敏感词切掉，然后再丢给狗吃。旁边的狗。那你是你叫我吃这玩意儿，吃你妈啊，要吃自己吃啊，不要什么脏东西都丢给我。那你谁他妈要吃你的烂东西？不要随便塞那些臭东西给我知道吗？就是那你笑死了，笑死了。那个女人真的是以为狗什么都爱吃耶，太天真了，人家狗狗也是会跳蚤吧？那你活灵活现，这只狗太活灵活现了啊！太有戏了，太有戏了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啊！冲着这一只挑嘴的狗狗，不吃命跟吃的狗狗，这部影片值得一万个赞。那个要不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？随便啦，要不要收费？那是一定要的，收费干嘛？不知道啦。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，See you tomorrow， 拜拜。